家好，大家好，今天是1月6日。节目之前首先多谢有位嘅系观众，佢送咗呢一个咁嘅即系口罩嘅支架俾我，因为佢话见我成日要掹口罩咁样吓，咁啊变咗就即系吓，好多谢佢，好多谢佢。好，咁样首先而家就要讲讲翻整体嘅大环境形势先。大家看到紐約證券交易所對於那個的是三隻電信股的是除牌、不除牌、又除牌，這樣東西就看到美國或者其實應該說很多國家不是一定按照商業形式來到運作的，政治的目的在資本市場以錢掛帥入邊嚟講，喺特務普之下係好重要嘅。點解咁重要呢？其實大家亦都應該要考慮清楚一樣嘢：中美關係係由特朗普一腳踢穿，從此中美不再是朋友，並沒有戰略夥伴呢一樣嘢。只有戰略敵人，大家對於呢個以後嘅買賣股票方面咧，要好重要嘅係戰略敵人。中國方面點應對呢？中國方面亦都會有一點係盡量唔打嘅就唔打，即係你真正要打嘅咧，我就奉陪。一定喺呢度咧，就係話你要踢嘅話，我就俾塊鐵板你踢。我不會去踢你，之但是亦都不會縮沙。無論是對美國、對英國、對德國、對澳洲、對日本、對越南，都將會是如是。現在中國只可以做一樣嘢，就是講實力同埋自求自己嘅係改進。只是有一點很簡單的，若然如果犯規佬特別美國佬不讓他買這個中移動的話，沒問題，因為呢中移動挫了下來之後去到40多元的時候，昨天的話我已經講過了，他的價格去到挫到下去42多元的時候，他們已經有8厘息，阿爺一定會派高息。為什麼要派高息呢？很多人不明白這件事啊，政策使然使他派高息，對不起，不是這樣的。什麼叫做是共同富貴？鄧小平說的是先讓一小撮人富起來，真希望這一小撮人富起來之後呢，就帶動更加多的人呢可以都一起，不是一定均富，啲人都要富一富。有啲人唔好讲咩名啦，系咪啊？但求自己富，唔系去做到好多均富，因此最近咪出事咯。即系好似中移动，或者系好似呢个啲四大银行股，点解佢要咁高息啊？我曾经呢度讲过，系因为好多嘅系社保基金，好多嘅系养老基金，或者好多中国入边嘅个体，佢哋都会系买到呢个股票嘅。中移动或者其他等等嘅行业，包括咗蚂蚁又好、白象又好、乜嘢都好，你之所以能够做得到系咁大规模、咁賺咁多錢，不一定是你嘅能力好，而係你只係死好命喺中國呢個市場上面。因為中國呢個市場有14億人，你困住喺呢度做嘅話，你真真正正嘅，你呢一度你所能夠可以發揮到能夠賺錢嘅能力就大好多。你好簡單啦、啊。
螞蟻或者淘寶，你攞去拿老島度啦。拿老島係一個咩島呢？大約一條公路咧環住個島嘅啫，唔係好多，好似唔知係幾十公里嘅啫。咁之難啊，嗰度個島仔細細，成個島咧都係由雀屎嚟到係即係合成嘅。咁所以佢賣磷肥賣得好多，公路好少。不過咧，因為撞車而依個跛腳嘅人咧就十分之多，又好簡單，一啡一聲咪撞咗啦嘛。嗱，如果你去嗰度啊，只係得翻嗰幾萬人嘅，我話知你揾只大象去啊，唔係猛嚟啊，你都唔可以發展起呢個市場，因為不足以支持到呢一樣嘢。同樣，你送外賣，好似美圖咁樣，啊美團咁樣，你淨係送外賣，嗱我局限你，就喺長洲嗰度做啊，或者仲講得搞笑啲嘅，焗住你。你在東龍島那裡做外賣啊，送外賣啊，怎麼做啊？蒲台島怎麼做啊？這麼少人，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主要就是中國市場，這個市場成就了它的偉大。很多人說，哎呀，什麼東西，真的對不起你想一想這件事啊。為什麼你現在這些東西這麼發展的，為什麼美國做不到呢？因為始終美國還是只有3億人的市場而已，英國怎麼做啊？根本咁少人，系咪？喺呢点入边嚟讲咧，所以呢啲样嘢，我哋要睇到中国一个咁庞大市场，自己个内需嘅话，系做到好多嘅。中移动、联通或者中电信，佢嘅电话打嚟打去，即系国内人自己打嘅为主啦，钱都系赚国内人嘅钱为主啦。呢一个电信公司肯定比你 ATM应。AT&T 賺的錢多，不過你現在你說不給他們投資嘛，很簡單，突然間你去到一個這麼低的價值的話，很多的是這個國內資金，昨天來說只有30億來到買中移動，不是30億買港股，是30億去買中移動。為什麼？因為以這樣的這個情況之中，中移動就會派8厘息，是百利息的话，喂，我问银行借钱来到投资啊，我是不是都赚了个价差息差？那你又会问，他一定派百利息啊？对不起，他真的每年是要派那么多息的，因为阿爷呢就要透过你是赚了个社会的嘛，所以你要在这点里面来讲呕翻出去给这个是社会里面。所以中资股一般来讲息口是较高的，因为透过这样呢，你给回社保基金，你给回这个是一般普罗的投资者，中国人的投资者，那他们好像等于在等息在银行里面还多少少嘛，就可以好咯，一定跑赢通胀啦，那这个才叫其实是共富，而不是派银子。派银子的话就不行了，咁社保基金咩等等嗰啲咩退休基金点嚟？系你要供款噶嘛？国内都有强积金噶，唔好以为香港有强积金啊！香港强积金啊，公元2000年开始做，国内强积金几耐啊？好耐好耐啦，2000年之前已经有啦。所以你话国内嘅退休制度好唔好？你睇你点睇咯？起码现在嚟讲，医疗嘅好过你啦。喺呢一点，我哋可以睇到一样嘢。既然是这样的情况之中，所以有些投资基金他有看到去到那个位置他就要买咯。当然中移动你认为他可以升到多少呢？又不一定升到很多的，我估计是50元至60元左右这个范畴就已经完结了。去到这点 DM 就沽出来咯。若然如果他们能够这些基金能够在42元左右买，或者45元左右买，跟住喺呢個係55元或者60元度沽出去，喂，嗰度已經可以有成20%至30% 嘅利潤啦。咁佢就唔貪個百利息噶啦。咁到時一各位投資者，你係咪要貪個百利息嘅？你自己諗啦嚇。好啦，當然啦，如果你升翻上去60元嘅話，佢嗰個同樣息就唔係百利息，可能只係得翻6厘度。咁呢個大家就可以要留心嘅。咁既然
你而家放棄嘅話，嗰啲資金咪湧入嚟咯。所以我如果就算睇中移動，我睇等一樣嘢話，留意一樣嘢，佢會唔會跌穿咗琴日嗰個最低位？我之前估中移動佢可以去到係41蚊嘅，咁我估錯咗啊！佢即係去到42蚊，咁咪彈翻轉頭啦。咁可能咧，依、這個美國證券交易所咧，港持半晝，下晝先講嘅話咧，咁中移動就可能去到40蚊啦，仲抵買。咁不過冇法啦，係咪啊？佢咁早講咗，咁之後咧，佢又到今日又再依個扭翻轉頭，算數啦。呢個係美國方面對中國嘅打壓。咁我聽日去有文章講呢一樣嘢嘅。好啦，講翻恆生指數啦，啊期貨指數，期貨指數琴日都講呢個係一個嘅係突破個圓底上嚟呢一度，呢度突破圓底上嚟呢一度。大致上咧，你要睇住嗱，我今日我以前俾嘅位咧係大概齊頭嘅，即係我今日俾嘅位咧係去到最後嗰一點嘅。咁點解啊？因為呢個位照呢個位呢條頸線就係26791。如果你跌穿咗嘅話咧，咁就對唔住啦。唔係26791跌，對唔住啦，咁你就會咧係要下跌啦。即係如果你係依個升破咗呢一度嘅係27870呢個位，即是點咧？咁等等佢依個咧就係27870個短線嗰個阻力，個阻力一升穿咗之後咧，佢上面咧就可以去好高噶啦。就係我琴日所講嘅，可能去28000，可能去30000。如果再好命水啲嘅，就去37000，再講高啲嘅去28000，好命水啲嘅過30000，再好命水啲嘅係37000，37000或者38000，呢個大致上我喺10年前係預期嘅位。同樣，我大概10年前我都預期港交所係一件300蚊，唔覺意就上到500蚊。前提就係如果每日日均成交，每日平均成交1200億，咁啊坐硬300蚊；有1500億成交，咁就坐硬500蚊。咁啊，當然啦，唔覺意炒上去嘅，當你去幾蚊都得啦。咁只係港交所可唔可以再升高啲咧？如果我哋好多隻特朗普，特朗普咧就使到港交所咧嘅日平均成交日後係真真正正可能喺幾年之後可以同佢每日平均成交2000億嘅。2000億唔係一個好大嘅數字。中國日平均成交曾經喺大列時代嗰陣時係過10000億嘅。如果香港嘅日平均成交過10000億嘅話，港交所真真正正唔得了，係可以去到1000蚊以上。咁以上係上幾多啊？我唔知。咁所以如果日後只要係有跌落嚟嘅話，港交所都是值得去吸納。同樣恆生指數亦都是好多謝特朗普，他經過打壓之後就將很多的中概股的這個要這個向美國上市那個意願打消了，他只是來到香港上市最多，他一樣可以集到資格，一樣在香港呢可以有很多四方的資金來，亦都因此美國不要講特朗普，就算拜登，他日後都會在香港方面做手腳，打壓香港的金融市場的。這點是作為做一個投資者需要留意的。無論怎麼好，在這點裡面，只要恆生指數企穩這個27870這個上面到，那就 OK 了。有朋友問中國燃氣，中國燃氣呢，我們再講講這一道這個圖下。這個圖什麼叫是大手買賣呢？凡是那個一個 order 買入來是100萬元的，那這個叫大手，這個是經濟通上面的定義。那在這點裡面來說，過了5天呢，就大手買入，即是每一單是有這個100萬以上的，100萬，對不起，100萬以上的，這個叫大手。那今天呢去到這個是11點鐘的時候都已經
成績不弱啦。咁呢幾日嘅資金咧係有少少係減少嘅。如果減少而又見到大手成交嘅話，沽嘅話咧，呢個需要留意，呢個需要留意。咁亦都需要，又係都需要有留意嘅。有陣時沽嘅時鐘買可以大手買，沽嘅時鐘因為接貨嘅係散户啊，要接貨散户咧係多啊。咁所以佢可能咧，就算100萬元一手出嚟沽嘅話，佢沽唔到，咁咪要拆細佢咯。所以你唔好以為一張呢個咧等同呢個係一樣嘅唔同。有啲嘢除非你當然你好似係阿里巴巴啊、騰訊嗰啲，梗係大手冚大手啦。即係如果咩呢啲啲大手沽落嚟嘅，就只係由拆散佢俾啲散户去買啊嘛。好啦，所以你見得到呢度咧，呢幾日都開始有資金係流出嘅。流出嘅意思就咩咧？嗱，呢個月線圖點解要出嘅月線圖咧？係因為俾大家要明白到一樣嘢。呢度咧係2018年嘅係7月到8月度嗰日嗰次嘅時咧，佢升得比較高。呢度咧係2019年嘅係12月度，呢度咧係2020年12月度。咁即係話咩啊？每到嘅12月，燃氣股都有少少要回調回落，因為12月之後雖然話天氣好凍好凍好凍，2月開春仲凍仲凍仲凍，不過過咗啦，所以開始就係基於係呢個陶朱公，我琴日也有講過，即係范蠡佢講嘅係夏天就做棉衣，冬天就做蟬衣。咁呢樣嘢咧，而家呢個冬天，即使熱力嘅嘢、燃氣嘅嘢，呢個係羽絨嘅嘢，開始好消息呈現曬，價格可能就係咁上下噶啦。所以因此呢度咧需要留心，會唔會係見頂？嗱，中國燃氣佢咧市盈率14，息率係咁多多，咁呢個咧就要大家留意啦。去到呢一度周線圖嘅，佢已經開始就係撇離上升通道，係開始打橫行。呢一度咧，咁即是話係開始可能做出一個頂，有個頂，首先要係回落咗先。咁回落之後，再之後升唔升咧，另計。不短期咧就會可能做個頂啦。東集團我以前有介紹過㗎。咁真係介紹完咗之後，佢一路咧升嘅幅度咧唔係太明顯。去到呢度之後咧，佢就上翻嚟，而家係升高咗啲啊。咁我當時就話佢可以升到10蚊雞嘅。佢未去得到，咁有一朋友問我：我聽你講揸咗喎，未去到喎，又唔使蝕，又唔係去到目標位，點做啊？咁好簡單，睇睇佢會唔會有回調嘅可能性。我估佢10蚊啫，樂觀咗。咁喺呢點咧，我驚佢有少少回調嘅可能性。有回調可能性嘅話，咁你出現就點咧？咁暫時沽咗佢先咯，還掂，你已經係可以有錢賺啦。有朋友問中芯國際，咁咪睇睇第一件事嘅資金嘅流向。嗱，過往嗰5日咧，平均大手入嘅，嗱我再講次咩叫大手咧，即係一單買入咧係入100萬元嘅就叫大手啦。咁呢個咧平均每日咧，由呢個係9:30一直去到呢個4點，而家呢個大手買入就30% 到，即係咧。今日去到11點到，因為呢個節目咧第一節嘅資料都係11點到，就已經有37% 係大手買入啦。咁同呢個資金流向都係今日嘅資金流向咧，就已經去到6.4億，係比琴日咧全日嘅仲多啲嘅。咁因此到到今日4點嘅時候，應該係升上多啲。究竟係升上去係去到9億啊，定14億咧？唔知。不過起碼一定係比昨日一定係多咗嘅。即代表了資金流入是多了少少的，資金流入多了少少，那我們怎麼做呢？這樣目前的價就20.07元，那我現在認為它的一個支持位就20元左右，那麼然後再跟著指示要19元，那麼就要說要等它去21.3元才好買。那為什麼21.3元才好買呢？那個關鍵就在這個的是這個是周線圖保利卡套中軸，保利
加道的宗族呢，在这个周线图上面是21.25，咁二十一个二五咪当21.3咯，即是话我想爱佢咧，系确认佢企稳喺呢个宝利加通道周线图嘅中轴上面，而周线图计，咁佢跟住之后就点咧？之后应该按照就系佢可以尝试呢个宝利加通道嘅系上通道方面嘅，咁呢个就应该系25蚊。如果突破25蚊嘅话，仲可以去到几多啊？唔知啊。咁样嘅话，即使去到呢啲位度突破埋之后。咁可以起翻去到30几蚊咯，所以佢系可以由，如果真正系企起呢、這个企稳21.3嘅话咧，上面就买佢可以去到呢个系20呢个位度啊，就系25蚊，而就30蚊嘅，咁所以就可以要等一等。喺呢个系日线图上面，你都见到套佢上咗嚟，落翻嚟，嗱上咗去，落翻嚟，不过呢点咧，佢企翻上去。在这个日线图上呢，宝利加通道的中轴是20.05，它现在的价是20.07，所以如果它今天是站在20.07之上来收的，而稍微之中去到是21.03那里的话，那即是整体它是上升势可以持续。上面呢就可以比较有多啲乐观嘅情况去睇啦。呢、這个完全係以一个佢係资金佢哋对于佢呢个中心国际嘅追捧程度而去定出嗰个买卖策略嘅。优泰科技亦都之前曾经介绍过，咁有啲朋友呢又问优泰科技点样。咁优泰科技呢曾经之前嗰几日呢资金係有流入，即係呢两日资金係流入喺呢个少咗啦。流入少了，因此周线图上面看得到它是有少少是回落的迹象，日线图上面明显多很多。那这个将会怎么做呢？这个估计它应该来到是作为一个回调，然后后抽之后再上回去，那之后再上面再上升的呢，是应该我估计它应该未升完的，不過現在是會有一個是後抽回調這件事，那個後抽回調呢就看這個位置，所以呢這裡如果做完了之後，它這個的是下面這裡呢就將會是有一個量度升幅是上比較較高的，同樣這個也都告訴你它有一個的是回調緊，那回調到下來呢就大致上估計是可以去到12.5度，咁系几毫子嘅回调。微盟集团，微盟集团咧系今日所亦都系曾经咧以前推介过，咁啊呢几日咧今日嚟讲咧系见得比较系好一啲表现，咁见出咗好高位17.几。咁之後，現在咧喺呢11:00，大約16.96度。咁點解會現價獲利呢？因為估計佢可能已經到咗嗰個量度嘅上升幅度。個量度上升幅度就喺呢一度度開始，度落嚟呢一度，度上去嘅話，大致上應該係17.几度嘅。咁應該差唔多。咁差唔多之後咧，咁佢可能就會有一個嘅係回調。亦都回調之後咧，後抽試翻先至再上翻去嘅，咁所以呢個咧，亦都暫時如果你走短線嘅，可以考慮係出一出貨。今日所推介嘅係亞生活。嗱，有朋友問我好多推介股票咧，都已經升咗10几%先至推介嘅喎，咁可唔可以揾啲即時嘅意思指就話唔好係升嗰啲係未升嘅就推介咧咁？得嘅，得嘅，可以嘅。好多人都希望咧，系啲股票未升嗰阵时，我买咗噶啦。真系好对唔住，你而家去巴士总站度搭车，尖沙咀码头九龙呢边，咁你嘅系目的地咧，就去漆咸道啊，弥敦道道嗰度。咁我想请问，你坐几多号车咧？
架架車都未開，你上邊架車呢？你想最快嘅時間去到七咸道或者彌敦道，咁你點做呢？好簡單嘅啫，睇邊架車佢開車，你咪跳上嗰架車咯。如果架車未開車，你上去等嘅話，唔係唔得噶，等下啦。嗱，呢個咧係我認為作為現在嚟講，對於一個現在所謂買股嘅，可以考慮一樣嘢。你可以等噶，好多車好多嘢都可以好好買，好好等噶。不過等完之後，你資金等唔等到咁多咧？呢度我買一啲，嗰度買一啲，可能買咗十幾隻都係坐喺度未開車嘅，你如何咧？你可能會到時咧就會落車噶啦。一落車佢就開車咯，咁唯一件事可以做嘅就係等佢見到佢開車，你就上車。當然啦，你唔好揾一架即係開兩個站就停咗架車啦。喺呢點以亞生活嚟到去講講，嗱日周線圖上面咧，佢係見到個底位，然之後傷到嚟，跟住咧突破咗係保利加通道嘅中軸。咁跟住希望就可以上到呢個位啦。嗱，我係睇睇一樣嘢，佢呢度仲係嗱呢個位，你認為可以好啊嘛？底位啦，上咗去啦，真係開車喎、啊！我跟住一跌死你咯。咁呢個第一個就係升咗。當然我係最好嘅就喺呢度上車啦，嚇29.幾度上車，哇！真係幾好啊。不過，同樣呢度都係有個位上車位啊！你咩位落車呢？如果呢度上咗之後，你唔記得落車，你咪嚟到呢度咯。咁而家呢度你大家睇睇點嘅情況啊？第一件事就係話呢個保利加通道呢度係咪有少少彎咗上嚟啊？咁啊呢個咪彎咗上嚟，咪代表一個可能向好嘅嘢咯。向好嘅時鐘，所以呢一度如果當然能夠呢一度可以揾得到佢嘅係好嘅，揾唔到之後點啊？咪等佢回調咗落嚟之後。跟住喺呢度，我之前已經講過啊嘛，地板、天花板落翻嚟中間嗰度，如果佢一係就跌穿咗佢落去，唔跌穿嘅話，佢再跟住佢有一陣反彈，就好似呢度咁樣樣，天花板落翻嚟，佢再彈上去。嗱，呢度彈上去咧，咁就有幾多問題要睇啦。會唔會一彈已經彈到去保利加通道嘅上軸，咁已經停咗收工咧？可能。好似呢度咁樣，不過大家睇睇呢度，你對比一下個成交點樣啊？呢度成交點樣啊？呢度成交多咗啊嘛，呢度成交冇啊嘛，咁所以即係呢度咧，呢個上升係無力嘅上升咯。咁呢度咧係一個有啲力量嘅上升咯。咁呢度既然有力量上升嘅話，咁我哋要睇翻一樣嘢啦。佢會唔會有機會係突破咗呢一度？这个阻力位，或者如果我画条斜线的话，这个突破这里，由这里再下来这里，那么已经升破了这个下降轨了，即除了保利加通道之后，还应用到下降轨了，那么再上的可以多少呢？上面就可以望到去大约40蚊咯。那么如果是现在大约36.幾去做，36.35去做，如果望到40蚊，或者更加上一些，咁可以有少少嘅利潤咯，利潤唔會好多嘅，因為咧現在好多時之中，我哋都係等佢上咗車之後先再做，不希望只係就話盡量唔好蝕，呢個係最重要嘅。好啦，呢個就係日線圖方面，呢個係之前曾經推介過嘅，咁啊有啲啲蝕啦，就呢只蝕咗啦，呢只蝕咗啦。咁啊，呢、這個蝕咗啦。咁即係如果推介咗咁多隻嘅時之中，係蝕3隻，我諗都咁上下咯啩，係咪啊？嗱，呢啲都係預期嘅目標係達到咗啦。粉藍色嗰啲就未到啦。啊，咁如果呢度有1、2、3、4、5、6、7、8，就9、10、11、12、13、14、15、16、17、18，推介咗18隻，就蝕咗1隻、2隻、3隻，
咁就仲有咩咧？哦，十八隻蝕咗三隻，咁啊咁上下咯。呢個就係我用嘅方法，就見佢開車就撲入去，就係咁啦。好多謝大家。